红沙沙，白杆杆，去玩一起看斑斑。糖爸爸，麦闪闪，全部都来吃饭饭。饭饭里有红闪闪，吃完全全都麦闪闪，来来找马红闪闪。我的草原，我的马，我想咋选就咋选。奶龙，你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啊。还好被鳄鱼接住了，不然就掉水里了。打了三天三夜，终于可以泡个澡了。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沐浴露和香香皂，今天有那个好毛巾、羽毛刷牙牙，水温刚刚好。哦，这可是湿巴婴儿泡泡沐浴露，不用冲洗，直接擦干就好了。哎，好滑呀！哇，露西，奶龙，快许愿，我要成为村里头最大的龙。快把头变回去！我的愿望，我要让皮肤变得光滑。你想让皮肤变好，我有办法。哇！还我票票拳！蓝口极光水可以抛光你的肌肤，取用暗沉细毛孔去闭口，让你拥有透明感发光肌，完美。我感觉尾巴有点疼。好，不好，这是七步蛇，被咬到七步就会没命的。我刚刚走了几步来着？总之不要再走了，真的会没命的。我有办法，那我没走七步，被咬一口就好呢。OK。大家吃好喝好，接着奏乐，接着舞，来不及捡石头，上车，抓稳了。邀请你坐上我的野摩托，我愿意带你喝酒吃肉在。太慢了，武道绝学天元宗。左脚踩右脚，你这是要上天啊？上天呢？闪开，让我来。动感光波，嘿！带着心跳加速，我害怕鬼，大鬼会杀我分毫。奶龙，你闭嘴！那条狗过来了，完蛋了！我不是人，但你是真的狗啊！他说啥？他说你是狗。小七，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？乌鸡，乌鸡哥，你说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呀？咯咯咕咯，有咯咯咕咯的咕咯。说人话。母鸡啊，完犊子了！牛背在那壮壮的看啊，一步一步的往上爬。哇，好大一只鸡！那不是鸡，那是蜗牛杀手黄鹂鸟。黄鹂鸟。一只黄鹂鸣翠柳，你还没有女朋友。哇，还真是蜗牛杀手。这次你们又死定了，再见。快找东西灭火。喂， Nice， 让开。这桃茶红肉真的好好喝啊。当然啊，这可是果汁茶，不是果味茶。我来告诉他到底有什么秘密。风儿风儿吹，风儿风儿吹吹。蜜口果汁茶，果汁添加量达25%，茶叶现萃和现调的水果茶味道一样好喝又健康哦。现在参加蜜口官方发起的年轻就要真材实料抖音挑战赛，还有机会瓜分40万。你说不说？说不说？小七，我问了半天，他一个字都不说。我兄弟是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兄弟，兄弟，兄弟啊，兄弟啊，想你了。哎呀。
雨雪好了吗？我不怕，我要坚强，我要勇敢，我力气。你干嘛？医生帮你打针，我帮你打气啊，我们一起打疫苗，一起喵喵喵喵喵。疼吗？一点都不疼，下一个轮到你了。炸！哇哦！喂，大哥。好的，我大哥找你。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样很好玩？嗯，要不要一起玩？我才不要。